你们迫不及待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在这之前非常重要的，身为古晋人的我呢，就要代表古晋来训练你们，给我听一下你的欢呼声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后面不及格，后面不及格，再来一次欢呼声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勉强及格，不要再跟你们喊了，我怕你们等一下喊不出声音。下来呢，就要请出我们期待已久的 Saint Ella 又有产品代言人，也是我们的国际名模隋棠。好，那我们来请隋棠示范一下哦。
常的美，就赶快敷。好，那其实我刚才也是有特别说过，就是面膜有三层，所以我们首